的风呼啸而过，我在眺望远方的波澜壮阔，飞驰的车承载着生命的重，多渴望与你心变境就人和，跋涉开山的路苦乐奔波，理想就在欢笑和泪水中打磨，起起落落捧起无悔的执着，才更让勇敢的心永不熄火。我带着你去奔赴心海，把梦的故事讲述给花开，在手中捧破着期许的未来，用鼓舞迎接暖阳的期待，人群去就来太平，太平，这咋了嘛？饭也不吃，也不出门的，得是哪不舒服啊？我弄死我啊！睡啊！啊，那是妈给你把饭放到锅里头啊，你要是半夜饿了起来就吃，听见没有？嗯。有啥事情就叫我啊。嗯。不睁眼呢，竟收有新人。哎，哎，老周，酒不喝了，酒不喝。哎，再喝，再喝也不能把老沈喝回来，回头再把你这条命搭进去了。不喝了。老哥，沈中华是华气最大的功臣，华气人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可是现在他的吊唁，王老师都不让咱进门啊。你沈伯伯啊，就爱听你爸爸拉这首曲子。每次你爸爸拉的时候，他开心的就像个孩子。这没有烟真大，熏眼睛。妈。妈妈这脑子，他们家已经一个人倒下了，
不能再倒第二个了。王姨把全场的人都拒之门外，连沈总工最后一面都不让你见。咱去送饭，人家领不领情啊？领不领情，这是他的事；送不送，可是我们的事啊。妈，以后您做饭，我送饭。去过了，敲了半天门，人就是不出来。我、李姐还有微微，我们三个人，嘴皮子都磨破了，不管用。长安呢？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好歹吃一口。人是铁，饭是钢。爸，妈。我想娶沈夏。什么？我说我想娶沈夏，而且是立刻马上。我看你这皮子紧了。哎，沈北，别动手！你让孩子把话说完。你沈叔刚过世，怎么？这孩子想什么呢？爸，春哥已经不在了，沈叔也走了，沈家现在一个男人都没有。我想送沈叔的时候，为他披麻戴孝。以后只要我爱长安在。绝对不会让沈夏还有王姨受一丁点苦的。那沈夏知道你这想法？我这还没来得及说呢呀。哎，长安，好嘞，我告诉你，这可是大事儿，你可不能犯浑。我知道。那这么说，你二位是同意了？沈夏这孩子啊，爽快，性子直，人举起，有文化又不显摆，会过日子。只不过你打住吧，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先想想怎么跟沈家开口吧。干嘛呀？看这儿，沈总工因为不合规定卖了五吨车，被总公司纪委派来的检查组逮着尾巴了。本来是要处罚沈总工的，沈总工不因为这事儿突发心梗，人没了吗？沈叔是因为这事儿走的。对呀、啊。沈叔是被冤枉的，啊？长安，被冤枉的。长安，长安，长安，沈叔是被我害死的，是我去找了冯爱国，是我让沈叔签的皮条，我才是害死沈叔的罪人，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啊，对不起。是你，
坏了我爸。对不起，对不起你。阿姨，对不起，对不起。阿姨，对不起。阿姨，对不起。我爱长安的命，任由你们处置。如果你的命能换回中华，我一定会把你千刀万剐。对不起，沈家再也不想看到你，你滚！阿姨，我求你了，我错了，对不起，你别让我走，阿姨，我求你了。我给你跪下，我给你磕头。老爷，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哦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珊珊，妈，妈，我在呢，妈，我在，我在。是什么？是我，小夏，我是小夏呀，妈。妈，我在呢，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我在呢，我在。姨，叔，你们出去。给长安。小夏，我不想见人。姨，叔，你们请回吧。子不教，父之过。长安惹这么大的祸，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我跟宝珍过来给你们赔礼道歉。小夏。还不送客呀，爷叔，你们回吧，我妈身体状况不好。秀燕啊，老话说了，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们俩今儿是带着诚意来的，你怎么打、怎么骂、怎么罚，随便你。对对对，只要你能解了心头恨，你说咱今后日子长着呢，举头不见抬头见的，谁心里都不舒服。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今天就把话说清楚，我拔不了剑，斩不了你们，解不了心头恨，我只要一看见你们哀家人，我就能想起中华是怎么死的。我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孤儿寡母，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两家割袍断义。
绝交。二长安，王老师去。怎么睡地上？他身体还没恢复，就这样跑回来，万一严重了怎么办？出去说吧。我妈想多陪陪我爸，我拦不住。要不是因为吃了药，这会儿应该还在硬守着。我妈跟我爸这么多年，一直相敬如宾，相互扶持，两个人就像一双独一无二的筷子。现在一根折了，另一个也失去了它的作用，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找我有事儿？啊，去医院才知道你们回来了。我们妈今天又炖了好几个小时的鸡汤，让我拿过来给你们补补。可得全喝了，不能浪费。谢谢。你想说什么？真的，这辈子都不见爱长安了吗？我刚才看见他了，他很不好。你就一点不想知道，爱长安怎么样了？他把自己喝得烂醉，像一个游魂一样在路上晃荡。这哪还是我认识的爱长安啊？沈夏，他很痛苦，为什么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听听他的解释？现在的我心里只在乎一个人，就是我妈。我要替代我爸，努力地成为他另一只筷子，跟他相依相伴，让他有活下去的动力，找到活着的意义。至于其他人，我现在真的顾不上。嫂子，师哥为华气干了大半辈子，咋能说跟华气没有关呢？你拒绝了华气所有职工的调研，现在还要拒绝我们送的最后一程吗？厂长，书记，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我就想问你们一句，中华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到底知不知情？
你们知情。那你们为什么不拦着他？没有你们的默许，中华一个人能办成那件事吗？明明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场子，可是所有的处罚罪名都是他一个人承担。你们作为他的领导同志师兄弟，没有一个人挺身出来为他证明，你们还有脸跑到这儿来惺惺作态？你们还有脸借华旗的之名恶心我们沈家？我们沈家为了华旗，两个男人都没了。你们华旗为了我们沈家做过什么？我求求你们，发发慈悲，这次为我们沈家做一次善事。中华的葬礼，我不希望见到你们华旗任何一个人。你们走，走！咱们娘俩好好送你爸最后一程。嗯，中华，你记不记得七年前咱们就是在这儿送了儿子最后一程，人生最痛不过如此，可是没想到短短几年，人生最痛让我经历两次。妈，长子，长子不在了，这个指挥盆我来摔。以后咱们沈家由我沈夏来担负，检查组写的举报信，我的翻译是想举报还长安，我没想到会拖累中华叔，是我害了中华叔，
我要是不进举报信，中华柔情不会死。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儿子，妈，我要去自首，我要向所有人坦白了。大平，你不能去，大平，不能去。太平啊，你要是把这个事情给捅出去了，你把这个厂长还做得了吗？咱们还有啥脸能够在华七待下去呀？儿啊，你想一下你爸，他在厂子里头干了大半辈子了，做事情从来都是本本分分、规规矩矩的。他把好名声看得比他自己的命都重要。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干的，你往他脸上抹了黑，我跟你说，他我脾气一上来，万一在火里头，说不定能把你给杀了，然后他再一死谢罪，那都不敢想。我跟你说，太平，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爸，为了咱家，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烂在肚子里头啊！儿要烂在肚子里都不敢说，求你了，你不敢说呀！可是我犯错了，我该受罚呀！就是妈妈的错。这就是我的眼睛，我觉得眼睛是最纯粹的，所以我把我的眼睛还有我的心都给你。我收下了，都是我的了。同学们，时间到，请大家把期末考试的英语试卷从后往前递上来。
同学们，我看有些同学对 was 和 used to be 用法还是不太准确，老师再讲一遍。 was 表示过去式，主语用单数。 used to be 也表示过去式，但是更强调现在却不是了。大家跟老师再读一下。This was my home. This was my home. This used to be my home. This used to be my home. 好了，下课。Stand up. Goodbye, teacher.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要知道你这么喜欢我，多抓几只给你了。我可没有那么多情，一个就够了。一个不够，两个刚好。我心眼小，只能装下这一个。你找别人去。那我这心眼儿比你稍微大点，你只够装一只萤火虫，我这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你。怎样？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艾长安，把酒给我。你也要喝？你要喝我就给你，但只能喝一口，我要喝完再给你。逃避，这是懦夫的行为。你不是孙猴子吗？大闹天宫的尽头去哪儿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怂蛋。
你如果有种，人走了，就去把人给我找回来。找？我上哪儿找去？我上哪儿找去？就算我能飞十万八千里，而现在我就是没有头的苍蝇，我只能乱飞。徐迟可能知道沈夏去哪儿了。我在传达室听王大爷说，沈夏走的时候给徐迟寄过信。怎么这么晚才下班？华气的炉火没有熄，是因为有人用生命付出了代价。人走了，茶不能凉啊。华气的每一个人心里啊，都有一把火，每一个人都想多添一把柴，让华气的火烧得更旺。所以啊，没有人愿意主动离开。就想着多干一点，再多干一点。大家的这份哀悼，我相信沈总工能够感受到。只是我无法想象，是怎样的热爱和感情，才能让人宁愿伤了自己，也要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是啊，是怎样的感情啊，才能宁愿让人伤了自己，也要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你就不能假装没看到吗？被不被看到，伤口总是存在的呀。而且，就算是伤口，那也是一种铭记的方式啊。就像沈总工去世了，是每一个华西人心里的伤口，华西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那我的伤口，又铭记了什么呢？铭记了你今天晚上的勇敢吧。说实话，今天晚上你能够劝艾长安去追回沈夏，挺勇敢的。谢谢你，国庆。不用谢。多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像你一样勇敢。耳畔凛冽的风呼啸而过，我在眺望远方的波澜壮阔。下一站保定，飞驰的车，保定站马上到了啊！要下车的旅客带好自己的行李。多渴望与你心并，静秀山河。保定站马上到了啊！要下车的。跋涉开山的路，苦乐奔波，理想就在欢笑和泪水中打磨。起起落落，捧起无悔的执着，才更让勇敢的心永不熄火。我带着你去奔赴心海，把梦的故事讲述给花开。把门关上吧，关门吧。哎，你哪的呀？就往里走。哎，大爷，我是来你们厂找人的，设计部的徐迟。您能不能帮我告诉他一声，就说有一个叫，叫艾长安的找他。找人啊？哎，你给他打电话，让他上门口来。不是，师傅，我要是有他电话的话，
我也不至于大老远从陕西跑过来吧？不是，您看这样行不行啊？那个，您帮我告诉他一声，让他来门口了。然后我是真找他有急事儿，必须当面问他。这个酒，嘿，通融通融。你这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啊！我懂，你别跟我来这套啊！你连人家的电话都不知道，你找谁呀、啊、你？就你这骗子，我见多了。我跟你说啊，麻利儿的，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啊！别等着我给派出所打电话。师傅，我真不是骗子，我是真找他有急事儿啊，师傅。您让我进去行吗？您请，您请啊。设计部的徐直，爱车找你，放狠谁也没用。徐直，让一下，让一下。徐直，徐直，爱车找你。